你要出去吗？出来。要去哪儿？我要去买三明治的材料。他要买什么？人家要去做三明治啦。你不蒸米饭了吗？没蒸。没蒸啊。这汤还有没有帮我盛点？谢谢。你看是不是很端正，每人两个。真的好。嗯。哎，晚上去打球，打个球。晚上咱们打拳去吧。这里可以打拳吗？我想找个拳馆，你想玩吗？想玩。走。你会打吗？我不会。我教你。但是想玩。我教你。直拳、勾拳、摆拳，边上边腿、下边腿、中边腿，到时候就给打他了。太逗了！你的拿手菜是啥？粤菜啊！哇，粤菜啊！你会做饭吗？我会啊。你知道他怎么会吗？他把油丢进去，锅平底锅，油丢进去，蛋给他打进去，他不开火。没有。没有但是你不要先热一下油吗？不用，因为那油会淡起来啊。会啊，那淡起来是因为有水，你得把水擦干净，然后再放油，这样就不会淡。那我也害怕。那下次这样吧。所以我会先放油，然后再放吃的，然后再远一点就开火。我们有那个就厨房的前奏服务，就是在放蛋的之前都我来，然后你就是放蛋的一个，然后啊，你放完蛋你就可以走，然后继续给你炒出来。不错嘛，有沉浸式体验。